我有个事想找你帮个忙。啥事啊？我有个小学同学最近正找工作呢，能不能来咱这上班啊？行啊，我先见见人吧。婷婷，那个这我女朋友。嫂子好。Hello。 来呀、啊、你来。你怎么没跟我说是个女的呀、啊、你也没问呢。她结婚没？有对象吗？那没有，还小着呢。公司现在不找人了。啥呀，你刚才不是说行吗？哎呀，反正现在不找人了。你能不能不要老是因为你吃醋，你把人家的工作把前程给人家耽误了吧？啊，你干啥呀？你是不是想天上班跟他待在一块儿？说啥呢你？哥哥咋了？要不算了吧。行啊，没有你我们照样能找到工作，知不知道？走走走，上着班了你干啥去啊？我请假。走。咋呀？没事，那咱再找找，这总行吧？啊？你不想刷屏吗？这个呢？现在找工作怎么这么难啊？先吃饭吧，明天再找。我们有自己的色彩。快来坐，快来坐。你来干啥来了？要不一起吃点、啊、米饭在厨房呢啊，自己盛吧。我来。我来，没事，婷婷，让他收吧。啊，那好，那我去洗澡了。啊，好，我来吧，还真让你洗啊？那好吧，哼，你们今天出去找工作了？你管呢？哥，卫生间花洒不出水了，是不是堵死了？哎呀，房东买那花洒质量太次了，回头换个新的吧。今天先别洗了。我给你买个智能恒温的吧。那我先回屋了。啊，行。你们俩住一个屋？我睡沙发，没看到我都铺好了。你跑这来监督我来了？那才不是，工作的事儿我已经弄好了，明天让他去我朋友公司报到，工资比你还高呢。哎呀，你不生气了？一般人呢只会发泄情绪，而聪明的人啊会想办法解决问题。啊，你干啥去？干啥去？我明天早上带他逛街买衣服，今天晚上让他先住我那儿。我，哎，哥我。